游牧民族，这个发展了千年之久的大型人类族群，正在面临巨大的考验。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过度利用导致草原生态系统退化，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生存方式，甚至停止迁移住所，游牧逐渐被定居形式取代，传统的游牧产业正走向衰败。而牧民一旦离开了与他们密切相关的草原，游牧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创造出的独特民族文化也濒临消失。地处大兴安岭南端支脉的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保留着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最后的景象。而这个庞大的生态系统背后，又蕴藏了哪些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中学是一所以蒙语教学为主的学校，除了主科外，学校还开设了蒙古族礼仪和汉语等课程。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学校内开设了一间小博物馆，用来展示游牧民族独特的劳作器具、民族服饰、蒙古包及各种生活用品。巴彦温都尔总校是巴彦温都尔苏木唯一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苏木的孩子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蒙古族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从文字到语言，从艺术到服饰，都独具魅力。今天是放假前最后一天上课，晚上阿兹如要跟妈妈回到北山草场固日班达巴的蒙古包中。秋季来临，四个月的游牧生活即将结束，明天全家就要从草原出发，迁回定居点了。父亲阿木古楞和母亲巴达玛嘎日布早已经准备好晚餐。最近草原上的气温越来越低，前两天还下了冰雹，草场的仙草已经不多，阿木古楞决定回场。这是今年全家在蒙古包中最后的一顿晚餐。早期阿鲁科尔沁旗的人口并不多，天然草场的利用率也远远低于今天。后来由于草场的大量开采和过度消耗，大自然能提供给人类及牲畜的资源越来越少。草场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牧民的生活境况，牛羊吃不到太多仙草，牧民就要投入大量的成本购买干草，增加了生活负担。茫茫的草原上并没有太多人们遐想的浪漫，牧人的生活是异常艰辛的，这也塑造了游牧民族坚强与独立的性格。
我担心是的。早秋的阿鲁克尔沁草原如同一位正要熟睡的母亲，平静而安逸，让人心里十分踏实。所有物品被一一打好包，按大小顺序装上卡车，一切井井有条。等赶着牛群去北山放牧的父亲一回来，他们就启程上路了。牧民是广袤草原的一部分，对草原总是充满着眷恋。前几天有一头母牛刚刚产下小牛犊，小牛太小还走不稳路，就要一起出发了。阿斯如非常牵挂这只小牛犊，一直细心地呵护着它。第一晚落脚的地点还是来时的查干朝鲁图。塔纳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大了，额尔都木图决定让他带着母亲和阿斯如先开车回嘎查的定居点休息。今晚只有阿木古楞和儿子留宿在草原上照看牲畜。阿斯如，蒙古族的文化受藏文化影响颇深，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巴斯巴。最早蒙古族信奉古老的萨满教，中统元年忽必烈封西藏萨迦派第五祖巴斯巴为国师，也正因如此，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地区。随后忽必烈命巴斯巴创制蒙古新字，也称巴斯巴字。16世纪后半叶，格鲁派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在阿勒坦汗的扶持和倡导下逐渐兴旺发展起来。清朝时期，喇嘛教已成为蒙古族的主流宗教，而蒙古族的宗教文化发展至今，萨满教与喇嘛教已形成长期共存、相互影响的关系。долоо нэмдүгээр зууны өсвөл бол Монгол орнд бол бөөгийн шидлэг их шидлэг.
Бөөгийн тэр том жасал тэр одоо төв Монгол төв нь түүний чөгөөн жасал чимжүүлэх жасал шүү дээ. Монгол үндэснээ тэр өвчнөд төмсөлдөө их үедээ бол одоо олонгийн бол тэр бөөгийн жасалаар их чад. Өргөс сүүлөр нь Монгол өнөртөг төвдийн шашин нь уламжлалж орж ирэхийн дагалдаа өннийн дотор бол төжөөхийн хоон гэдэг өмнөгийн хоон тэ ингэж уялсны сүүлөр өннө их утга буулгатай одоо өвчин жас өвчний өсөр өвчнөд төмсөлдөх нь нэн ихсэн юм байна.参丹扎木苏是阿鲁克尔沁旗根披庙的喇嘛，他的诊所就坐落在根披庙脚下。参丹喇嘛跟随师父学医多年，为附近牧区的牧民治病，现在也有许多患者远道而来，专门请他诊治。参丹喇嘛所从事的是结合藏传佛教的蒙医学，药方也都来自于藏传佛教，均以藏文编写。治病所用的药材全部取之于自然。每年八九月份，阿鲁克尔沁地区的野生植物生长旺盛，是采药的最佳时节。每到这个时候，参丹喇嘛便会前往附近山中，收集一整年所需的药材。几十年的行医经验，让他对各类植物的药效了如指掌。одоо өөр янз юмтэй нийлүүлээд нээр. 采药回来后，参丹喇嘛要参照药方配药。由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许多过去不常见的病例逐渐增多，古老的医学体系也要不断更新。除了参考古药方，参丹喇嘛还需要不断研制能适应现代人体质的新药方。配置好的草药要放进石臼中，捣成细细的粉末。做好的药粉最终都要经过喇嘛诵经加持，赋予其佛法的灵性。гэргүст орж гарахтай гэдэг юм бай. Тэр маний гөгөөшт читр мамтхан суучгаа тэгээд би тэнд суваад хавсаж өм тангийн орол тэгээд өмийн нээр зүгэн өм тангийн төв зүгэн одоо өнгөсөр байгаад л одоо өмлөг чууч.回厂的第二天是个大晴天，中午塔纳和妈妈接到额尔都木图的电话，有一头母牛要在途中生产了，让他们赶快过来帮忙接生。一接到消息，塔纳和妈妈就立刻出发了。我那天想起来，我那天不记得我走路，我走的那条，那条是。Евген ай банком мөтөнд евжээд. Ба. Орти евдэг. Орти евэт. Гур орти яа дүмнөө. Тэрэхлээ. 西门塔尔牛是阿鲁克尔沁地区主要饲养的牛种。每年春季是牛羊生产的高峰期。阿木古楞家的牛养得好，所以三年能接四次牛犊。
游牧民族自部落时代起就与动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牛、羊、马和骆驼是草原上最为常见的家畜。蒙古族有许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和传说。据说有些动物在产下幼崽后，会因为认不出自己的孩子而拒绝哺乳，吃不到奶的幼崽很快会被饿死。于是在草原上，人们会为这些迷茫的母亲歌唱，用音乐感化他们，让他们与自己的孩子相认。罕山位于阿鲁克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北部，属大兴安岭支脉。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综合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0.04万公顷，其中包括草原、森林、河流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保护区内还有上千种珍稀的动植物物种。罕山承担着保护阿鲁克尔沁旗及周边地区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任务，所以罕山的一草一木都要严格看守，不容疏漏。防火是看守罕山林场最重要的任务。彭继华1980年起被派到罕山林场的防火站工作，他在山上一住就是35年。最早防火站只有他一个人看守，每年不到大雪封山，彭继华就不能下山。山顶的气温要比山下低5-6摄氏度，生活条件也十分有限。但最难熬的还是一年到头无人相伴的孤单。这些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彭继华不用再像过去那样日日坚守在山顶，其他同事值班时他也能回家休息几天，陪陪家人。上山顶的，我说81年，他开始上山顶。我正好是那年他上山顶那年，我说大爷都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他也没在家，就埋怨他，我说你非得在山顶上班吗？不管咋地，家里那个不管什么活你自己承担了。我说那你就放心吧。到防火区了他就上去了，完了过了防火区他才下来，不管下雨下雪非得过了防火区才下来。他回来孩子都不认识他，都不找他，刚刚要有点认识你走了，我也给他说，我说你家里吧，你别惦记着，不管好了来了，我都能承担，你给好好干工作吧。冬季来临前，彭继华又回到罕山林场，直到雪的深度平均达到10公分以上，他才能下山回家。在原来没有车的日子里，彭继华要步行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山顶。食物和生活用品都只靠一匹马驮上来。漫长的路途中，他除了要忍受疲惫，偶尔还会遇到危险的狼群，这些都需要他孤身面对。这几年送水车会定期上山为防火站的工作人员运送水源和食物，防火站还连上了无线网，安装了电脑和电视机，各个监测点
也可以通过摄像头随时监测火情了。每年的春秋两季是寒山火情多发期，过去每到这个时候，彭继华几乎要全天守在户外，观察目力所及的每一个角落，一旦发现险情，就要马上用无线电通报厂部。还有两年就退休的彭继华，大半生就驻守在寒山山顶，与日月相伴。这是一份一般人无法忍耐的工作。寒山这个地方你保护不好，它的雨水一少，天然草它就不长，它一退化就生起没草吃了。对，这个地方保护好，它这个小气候条件，这一风调雨顺，完了草长得高，它这个牛羊就可以有吃。现在这牧民的有井，原来那个牧民就是60年代、70年代这出厂，他都吃河水，直接早上起早上了河里就去打水，它有很多这个小溪流都就断流了，没有了。有些地方是这个属于人为，比如说就是过度放牧以后，它这个地表皮就是沙化，就是太阳一晒就是热的，它就有点水分就去蒸发。原来草厚的时候，它整个这一天的地表皮都见不着太阳，它总湿的。所以这寒山这个地方保护好了，还是对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牧民这个生活相对好，特别好。现在一切正常，现在一切正常。晚上塔纳准备了好几道菜，打算好好犒劳一下路途劳顿的阿木古楞父子。天已经黑透了，阿木古楞父子还没回来，母亲打算出去迎迎他们。辛勤忙碌了几个月，一家人终于又聚在一起，这是阿木古楞全家最幸福的时刻。草原游牧民族有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无论未来的命运如何，蒙古高原上都留存着他们和他们世代祖先象征着生命的足迹。在人类历史的变迁中，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民族依然守护着他们最后的一片赖以生存的故土。